被别人重干扰了。能行动的千言君，都跟我上。我们也来帮忙。
时，只要撑住，后面就没有困难的了，是吧？小心些吧。归中机被毁了，失去它的压制，我们很难继续反击。但群玉阁是最后的屏障了，无论如何，已经不能再退让半步。我有另一个方案。宁光小姐的意思是？我要放弃群玉阁。这是何意？我明白了。旅者，请你助力。再会了，我的老友。今日一别，也是为了将来能有机会重聚。那股极其凶煞不祥，百无禁忌路的，即使是玄。多谢各位仙人鼎力相助，若非诸位碰巧在此，离月何必借机奉承？流云，先不必如此针锋相对。我曾听说，起初这是他作为商群玉阁。不，这时应该要说，起码。多谢这位仙家。哦。3700年，据记载，诸位仙家与帝君签订契约，守护离月，已于3700年。直至如今，离月的山水土地一如磐石般稳固。可这并不代表
璃月还是三千，请不要只把守护的目光。你是在质疑我们守护的？绝无冒犯。居然还以前辈。今天早上，在梦里，我还想告诉帝君，但这些我都没说。凝光，子为旁观者清。是呀，那风神想要阻止他们的对立，尘世的七国。你说的，虽然我们身为仙人。好了，诸位仙家，恕末将甲胄在身。你又是谁？我是千岩君教头。本以为这一战，诸位仙家大显身威。咦？常常不害怕危险的时候，那边的大哥哥没有办法来。啊？没有办法。这样啊？啊！诸位，契约的国度被我们称作凡身与离月的。看看周围。问我做甚？咦，仙人那边的气氛。我们回去吧。降魔大圣。恐怕算了。罢了，但仙人离去。好了好了。一场人仙大战的危啊！对了，这场危机的危机只靠我们。一头雾水。不过最有可能的仙。